嗯，看我们小区也是，这个就封上了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门啊，现在只开一个门。没有人。回家的话。开不开了？开不了。啊。得走多走将近一站地吧，绕一圈。现在这个我们的前营超市小超也在扫码，然后门口有个那个测温的人员，看着都在这测温呢。哈尔滨现在感觉防控升级了。现在蓉姐在是姚弟姐的夜市。现在我们夜市你看，今天早上的32号公告，夜市呢都开始扫码。测温，超市门口都有工作人员在测温，在扫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这个门锁了，这是我妈家这门。但是你看啊，我能钻进来，钻进来了。就是我们现在只能走这个门了。哎，绕了一圈。这个已经写上了，一般管控小区。但是我们的他这小区奇怪啊，外卖还让进啊。来，咱进来了。就是外卖让进，但是口不行了，然后得扫码。这个嘛，外卖啥的，快递。送奶的啥的让进，但是我们那个门封了，这小区的门只能是居民走一个口。今天咱就分享到这里吧。如果您喜欢蓉姐，请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